家好，我小凤，我现在已经到四川简阳了，现在准备去拿我的行李。悠悠呢，他在家里面跟我做一大桌好吃的，他昨天就问我要吃啥子，我就说你看到办嘛，你想吃啥子我就可以吃啥子。给你们看，这儿是简阳机场，离我们资阳只有40多公里。第一次来这边，快帮我拿下东西，快点，拿不到。老婆，箱子嘛，好累哦，好笨那个。谢谢你，好来接你。走啊，走那边。哦，好嘛。我现在已经到雨乐的那个家里面了。走啊，没洗头发。没得事的，等下再洗嘛。我们把洗煮饭吃，啥子你懂吗？你不要吃啥子嘛？你要吃啥子？都可以嘛，你吃啥子我都可以吃，那要的。好，等我把头发看弄高不高些？好好好好，感觉还可以了嘛？没得样哦。没得事的。哇，你狗狗呢？哇。它还没洗澡。这个是土豆吗 ？Hello， 哎呀，看到我好兴奋，我有点怕。我把关在里面。它要尾巴，表示喜欢我的意思嘛？它一直在朝我要尾巴，不要了。啊。这个喜欢你不该呀，就在这儿，哎，好。你又哭还有这，反正还是可以了。我心机这么小一个，我还在那个惠州的时候，今天把快递给寄回来了。这个是秋裤，我问你屋头冷不冷，他把秋裤你说冷，穿嘛。本来有些时候就冷呀，给我一件。今天穿秋裤回去这么穿不裙子。买个大红。还有一件围巾，你看好不好看哈。我还买个围巾，好冷好冷。我以为是哪个给我买的。这个围巾好看，给你看一下。好久没有围巾了，因为那个广东根本就不需要戴围巾。月月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这有点薄。这应该给我戴的呢。这个好适合你哦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戴吧。因为他们好给你哦，买那么多衣服，那个衣服好厚哦。十年好不好？还可以。卖好多钱？几十块钱。想不出来吧？还有几个快递不到，明天去拿。哇，这衣服大哦。可惜你可以穿，你确定是几岁？我看嘛，几岁？不晓得。你看看有没有你要的东西，你来一组嘛。多得很，我想要每种的。给你一个就可以了。好，给我一个，我看看喜欢的。M S 你还要不要？要。眼影盘会给你。啊，眼影盘买成多少钱？70多。哎，就给你了，就给你了。好久的，买成好多？买成300多啊，代购买的。啊，行，我要给你们看哈，刘刘穿我的衣服，我觉得穿的还好看，比我穿的好看多了。他比较瘦，我先把那个衣服全部都拿来晾到起。小凤，你的杆子好细啊！你腿好细啊！你的杆子好细哦，刘刘，我要给你买个大点的杆子。哎，你有钱你就买，老。我还去给你买洗衣液、洗衣粉，你都没得了。我来你这儿白住，我可能会白住吗？来要得嘛，住好多天嘛。住过4天嘛，我等我马上回来我就不住了。我的脸皮你一半喝就好了。哎，先让人家去。这衣服多好看，就有点大，它最小嘛，而且好大哦。外面是太阳嘛。架子。哎，小心点喽。这条架子好小一个哟。我肯定是买了我一个人的噻。你看嘛。我要的是裸色的那种。买白色的。衣架子。我的是红色的。这儿好多哟，我们这儿做的是这个羽绒服，我先把箱子里面买个。哎，这个箱子里面，这颜色好喜欢。这个颜色我永远是穿不出感觉的。好嫩哦。太嫩了。年轻个，人长得白，穿啥子不好看。我们现在大家收拾完之后就去吃饭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做饭了。那就只能做一次冒菜，好久没有四川的饭菜了。臭毛子，要得。好重。